近期啊，长安旗下的车型的颜值可以说持续的飙高。就在刚刚举行的重庆车展上，前一段时间长安刚刚推出的欧尚 X5 高调亮相，这款车的颜值再一次让大家惊艳了一把。欧尚 X5 是长安 MPA 平台的产品，它的车长是4490毫米，轴距2710毫米，是一款紧凑型的 SUV， 而且风格偏向于运动。欧尚 X5 采用了一种全新的造型，前脸使用了很夸张的六边形大嘴，中网的样式相当的夸张，与玛莎拉蒂有一些神似，大灯组则是时下流行的眯眯眼的风格，整个前脸的张力十足，肌肉感非常的浓烈。欧尚 X5 的侧面造型其实更漂亮，车身的比例非常的协调，运动感也不错，尾部的造型则相对平淡一些，曲棍球式的尾灯和前大灯交相呼应。欧尚 X5 的动力比较让人惊喜，长安全新的蓝鲸 NE 1.5T 发动机，功率180马力，扭矩300牛米，参数上是国内顶尖的。这款发动机也在全新的 CS55 Plus 和 UNE-T 上使用，搭载了这台发动机，欧尚 X5 变得让人期待。这一次欧尚 X5 的内饰并没有曝光，但还是那句话，不用太担心，应该不会让人失望。至于说价格，估计就是10万左右，欧尚 X5 年内就会正式上市，如果你喜欢运动型的 SUV， 倒是可以关注一下。